彰化县政府与富尔布莱特学术交流基金会合作，引进美籍英语助理进驻学校，至108学年度更引进11位美籍英语助理至彰化县服务。县长王惠美4日在县长室接见富尔布莱特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纳元道及计划长张纯仪、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教授张善茂，感谢基金会协助提升彰化学子的英语能力，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那透过他们的这个长期的一个配合哦，让孩子们看到外国人不再陌生，也更加的提升他们学习英文的一个这个乐趣哦。双语计划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小贡献。教学上面，那我们也是一起来合作，然后在现场上面也让学生能够接触到国际化的一个人士。好，王县长感谢基金会的募资，让计划能顺利执行，期望透过 ETA 的协同教学，打造彰化县学生的英语学习环境，为彰化县的学子争取更优质的英语教学与国际教育。双方在温馨交流气氛中互相讨论，并祝福本案能顺利持续推动。公益频道张华云彰化采访报道。